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是圣诞节特别企划，看一下 Cody， 穿超可爱的。你是圣诞老公公哦。我们今天呢又再次完成人生梦想清单当中的其中一项，就是送自己小孩圣诞礼物，然后布置我们家里。你看今年的圣诞节超级有迪士尼的风格哦，我们特别准备这个，这是 Last Party 出的圣诞节客制化迪士尼特别装置，有这个草圈啊，然后圣诞节的装饰品全部都跟迪士尼有关，然后中间这个横幅是很漂亮，这也是迪士尼的哦，重点它是客制化，你看Cody Merry Christmas， 搞得跟生日一样啊，超可爱的。OK， 那其实这些装饰呢，都是我们趁 Cody 睡着的时候，我们偷偷把它装起来的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今天早上 Cody 起来看到这么多礼物，然后还有圣诞装饰，有什么惊喜的反应吧。有吗？又在外面了吗？哦 ，Merry Christmas， Cody。小熊，小熊的后面有什么？哇，这里是什么？哦，还没睡醒，你没兴趣啊？这边都是你的礼物哎。哇，上面这是什么？这布置有没有很漂亮？就哇哇！开好，我们等一下换衣服来开，好不好？圣诞老公公你好，我们来开箱礼物了吗 ？OK。耶、yeah, ，Cody， 我们来开箱礼物。好，开。这次我们帮 Cody 准备超多圣诞礼物哦，重点是全部都是迪士尼系列。耶、yeah ！讲讲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车车。耶、yeah ！还有一个，讲讲。哇！哇！迪士尼小汽车的十周年特别版。哦，有。车车。第三台。啊好，讲讲，迪士尼小汽车，而且是一台老爷车版本，哟，噜噜，哇，开车开车，越来越大了，这个，哦，糖糖，哇，哇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是桌游哎！对，这是桌游，而且是小熊维尼的，有45张的不同的卡片，扑克牌一样。九九九九一样大。好，你给大家看一下这几张，你看。好 Q 哦，小智伟。是不是超 Q 的？很棒的桌游，哎、欸，这是爸爸妈妈想要的桌游。再开。哇，字母字母。里面也是一个这样，然后它是字母字母的，对。大家看一下。耶、yeah, ，好棒啊！玩具总动员的都很可爱，全部都是玩具总动员的，耶、yeah, ，好喜欢哦、喔！撕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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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奖品看，对，看，哇，拆开了，这是什么？托尼的书包有没有？亲子包，它有妈妈款的，嗯，对，但我们选小朋友款的，对，然后它是天然小皮肤的，有，好，开，开，开。而且它有防水哦。哇！哇！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！里面好厉害。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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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好可爱哦，防水的哦。哇，好可爱呀！这个好不好？嗨。嗨。哇！
什么？开。好，开。嗯。Alien 的小包包。袋袋。你要袋袋啊？好。哇。哇。嗯、拿着，拿着这个。拿着。哇。贝贝。很小声，维尼。开贝贝。好，贝贝。那个是袋子，宝贝。啊，这样也可以。可以。袋子。小毛巾。哇。哇。你看。你看，看是米奇的、哦，米奇，而且它很舒服哦。而且这比一般的帆布大一点。对，你看差点，你要出价了，科比出价。先盖头，哦，小心小心，哇，力气这么大，你要开这个是不是？哇，加油加油！好了好了，呜。这是什么？好可爱的米奇！开开，好，三合一多功能的宝贝玩偶系列哦。你看，哇！有没有抱抱？有没有给米奇抱抱？给个屁哈！嗯，啊，那它是一个趴着玩偶的系列。如何三合一呢？第一个功能是它可以躺着，你看。它这边一个躺枕，然后第二个功能呢，就变成是玩偶嘛，抱枕。嗯，然后第三个功能，开，开，肉拔出来，咦，你把它肠子拉出来，小贝贝，对，哇，你看拿出来就有一个小朋友最需要的小贝贝，哇，重点是它很保暖，这个外出好需要哎，对，很方便，它是 Zubies， Zubies， 哇，一个毛呀，哇，里面这是什么？哦，米奇九十周年！哇，是喜鞋吗？喜鞋！哇，喜鞋，好漂亮哦！然后前面有两个这个米奇的玩偶，可以套上去的吗？你看这两只米奇超可爱的，还有大头。然后后面是魔鬼毡，好，米奇对，这样子套进去，贴起来，米奇就在前面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好可爱哟！你要穿吗？捡起来，哈哈哈，给大家看。那些鞋，你们站起来吧。有没有米奇 ？Mickey， 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喔！好漂亮啊、喔，是玩具哎、欸，哥你。哇，又是玩具。Okay、哇！你看这么小，超小。他车子这么小，好，爸爸教你看，你手看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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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然后按这个，按这个，按这个，咚咚咚咚咚咚。哇！你要倒？开！倒那三步。好，做的是比较好吃。哇哇，加油！哇，这是米奇多功能四色画板，这也太可爱了，超 Q， 超级可爱，超可爱。哇，小时候的磁铁哟，哇，好可爱哟，可以画画。哇，厉害呀！它上面总共有四种颜色，跟我们上次水画布的原理有点像。哦，就画到不同地方，它颜色不太一样。另外，它有比较特别是这个，它这个模组有没有？按下去，它就是一个星星的造型。爱心，爱心，爱心，爱心。好，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玩球球的，数珠珠嘛。对，数珠珠。快点看，擦掉了。哦，哇，左手比较顺。哇。哇，开开开！嗯，好棒！这是什么？哇哇！你给妈妈看，这个是很经典的车子哎，收藏车车的大车车。然后这是今年十周年版本，所以特别做了一个等比例缩小的小车车，哇，就一模一样。OK，Q Q， 好开！哇哇！去帮倒忙，去帮倒忙。再帮大忙，对对对，好棒哦！哇，谁的车车？他的车头还可以动哎，好可爱哦！再来一次连接车还可以拆，哇，货柜哎，货柜车，哦哦，那不用开，那不用开，那是放着的。不敌破坏王，你不用开啊，不用拆啊！你现在在拍第三集是不是？你这样拆，宝宝会很心疼哎。咚，打开来。迷你的，好可爱哦！一模一样，等比例缩小。拜拜。好，这个你今天玩完之后就再也不能碰，知道吗？对。等你八岁之后才可以玩。对。哇，最后一个。哎咻！哎咻！哦。OK， 最后一盒了。3, 2, 1, go！
都是你的东西耶！米奇的水壶，米奇的水壶，米奇的水壶，克制水壶，克制水壶。小朋友都很喜欢看。麦昆也是这样看的，咚咚。这个是你的，然后这是爸爸的。耶！我们一人一壶，刚刚好，可以吗？这边有一个小叉子，小叉子，这是你的便当盒哎。讲讲，也是麦昆的，闪电麦昆的，贝贝哦，好可爱，学习快，讲讲，而且上面还有 Mickey， 对，超可爱，你会用吗？筷子，快快，看见了吗？开盒，开盒，手手掌，耶， yeah， 你要进阶了是不是？大家应该很好奇后面还有四箱，为什么没有开？秘密我要跟你讲，其实那四箱只是装饰用的，都让今天的礼物感觉看起来很多。全系列的迪士尼圣诞礼物，对呀、啊，超梦幻的。觉得我儿子好幸福啊。对，好的，再过几天呢，就是12月29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迪士尼活动，大家一定要去参加，就是米奇的90周年放大特展，它有150件经典馆藏品从远洋来到台湾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去。到时候呢 ，Peter 也会去拍影片给大家看，来跟大家分享那边有什么好玩的，什么好拍的。这次的展期蛮长的哦，是从12月29号一路到4月17号，总共有4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，也都可以去松山文创去参观一下喽。没错，我第二个小孩出来了，他还没结束哦。对，我们可以去两次，布置很漂亮吧？你看我们家满满的迪士尼风格。哇哦 ！OK， 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要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！拜拜，圣诞节我们明年见，拜拜。